不是李老师，真的，为啥呢？是这啥惊喜呢？我都期待了。哎呦，至于吗？不至于吧，咱俩搞透露一点吧。来，哎呦，啊，上来了，怎么说吧？我天啊！咱们是来看流星的。啊？看流星？哪有流星啊？哪里有流？不是，肯定不是看流星。不可能。看星星的。星星的。你先闭上眼睛，闭了吗？闭，不知道。闭了。闭。闭的严实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行，还行吧。闭严实了啊。啊！我想到。闭了啊？啥事儿？不知道，我觉得肯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。不会是无人机吧？无人机啊，无人机来干嘛？闭眼睛了啊，闭着啊。不，啊！啊，烟花，哇！沙漠里放烟花。啊！哇！女生喜欢。喜欢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，周围空无一人，茫茫大漠，在这个绝境里面，孤独的两个人用一场烟花来点燃。潘天豪，潘天豪，对，所以我感觉他俩的生活就像烟花那么灿烂。李炳熙有心啊，你从哪儿把这运来的？哇，真完美，真是太用心了。哎呦，天哪，哇塞，感动，好厉害啊，我几年都没有看过烟火了。我没在沙漠里看过，而且是在这样的湖上面。哦，它有那个湖还能反射着那个烟火。哇哦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宝宝。